对耶，寻常消失了，我都忘记寻常了，寻常消失了。关注再多都没有用，主要是刷量，可是去大主播那好歹也会有一些刷量回来啊，是呗。我可以去找一个我很喜欢的大主播去看他能不能拜我拜他为师啊。谈谈以后弄个厕所之歌，干嘛？就八秒钟是吗？不是，这非常女给删掉。我穿着裙子上厕所就快，我穿裤子的时候上厕所就慢。我已经火起来了，阿扁在哪里呢？一直的，一直的往前走，疯狂的世界。